咱们，老婆，早上好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不是我叫错了，我。学校闹铃儿没响，你下次不要叫错了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好嘞，老板。刚才发生什么了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刚才就叫错了，叫韩生老婆，然后他就让我去领钱了。哦，那我也去试试。好吧。你别笑。老婆，早上好。啊？你叫我什么？老婆。去小那儿办理去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这个臭女人天天就这种工作，看我今天怎么整。哎，老板，老婆。有金灯的像铜铃，换公主的像天仙。不是老板，不会不。不是，我就随口一说了嘛，不是，我就随口一说。